周末的家庭聚会，用 Umini 拍张不一样的全家福。充电飞行模式，再多人也能用一个镜头全部装下。在 App 中进入一键短片模式，选择充电飞行，随后设置合适的飞行高度，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后进入拍摄状态，点击 Start， Umini 将垂直上升飞行，同时镜头俯视目标并自动录像，实现由小变大的拉高效果。若您想中途取消飞行，可在 App 右侧点击插好图标，或短按遥控器左上角的返航键，此时飞行器会自动原地悬停。完成拍摄后， App 将会自动生成一段15秒短片。您可以在相册界面中点击刚拍摄的视频进行短片预览，此时短片已经自动配上音乐和调整速度。点击右下角的 Quick Shot 小图标，可以切换预览原片。您也可以点击视频预览页面右下角的编辑按钮，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创作。完成创作后，记得分享到家人群里，和大家一同欣赏。